吃晚饭了，家人们，给你们看看今天晚上吃的啥。俺婆婆烧的鸡汤，自己擀的面叶子，滑溜溜的，可好吃了。煎了一个全家人都喜欢吃的糯米肠，看两面金黄，看着都有食欲吧。就这个人呀、啊，每一次都能吃五六根。嗯，这会吃了三根呀。每人给你抢，慢慢吃。嗯，咱能用筷子吃吧，大姐，直接用手。嗯，我自己吃，我也不嫌脏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利用你来到放学就吃饭。嗯，这里面好好吃呀、啊。香吗？香。忍住你的哈喇子哈，不要流口水，看看这个瘦肉和这个糯米相结合，我的天，绝了，就那种鲜香鲜香的口感，比吃肉粽子还好吃。你说这个要是搁外边买，不得好几块钱一根吗？那可是，这里面都是瘦肉，这一根可得好几块。俺雨涵这一回吃了四根了。对，可好吃了。你搁学校里该饿了。嗯，确实有点。这个糯米肠想吃的时候，从冰箱拿回来，直接煎了都是事。你看，一共煎了15根，还剩2个吃完了。刘爱妮，你就不能把你头发弄起来吗？你扎起来扎个高马尾行吗？那行那行。你难看死了，一点气质都没有。我的天啊，留2个跟那个章鱼血似的，觉得给怪俊的。还有你，你看你俩头发，我的天哪，真丑！你这年轻人什么审美？我娘嘞，那只是说明你老了。这什么年代？对，什么年代？你那什么年代？俺那什么年代？你不懂俺这样的美。太难看了，好看你不懂，你是不是觉得那种广东男子好看、啊？你回来留一个，你这留的你看跟个鱿鱼须似的，丑死了。哪鱿鱼须就这样啊？这脸型啊，你不用留那样的，你这一脸都没了。对呀、啊，老大吧还好看一点，你看你，我的个天，给要戴冠上的，傻了吧唧，我看着我都鼓得慌。你看俺、一点精神都没有。不知道你有什么实力、啊，你再给我坐下。